公车站 Seven 对面这一条进去，免税店在这里进去。第二间，这边也可以停车，这边也可以停车，这边也可以，可以，这边。第一间房，套房。对，那是套房。嗯，有冷气，有热水。衣书橱，衣橱，诶，排风机也像，厨房像。哦，天气的。刚才一头压缩机啊，然后就大声。然后厨房在这里，厨房有排油烟机，然后阳台在这里。阳台有洗衣机，洗衣机排油烟。后面的 view 拍一下给你看，这边可以停车，这边可以停车。然后这个是第二个房间，有冷气，有电视。好，冰箱在这里。OK。这是二楼，还有一个是五楼。OK， 来，五楼。啊，袂歹啊，迄个从咱厦门高林桥后咧。嘿，我外巧诶。妹妹，哦，你巧诶，从咱厦门高林桥。坐这透洞诶。坐这透洞诶。这王妹妹咧。对啊。我阮共共咧做咧工诶。有影。对。哦。我嘛有来夹起啦。真搞真搞，阮这太阳真厉害。我嘛来夹起，夹着。啊！你转来进门看，进门看，十年啊！是哦，哦，来门出来年啊，系啊。那伊我厉害，阮出来吼，骨力咯。都拢带金钗拢探着。没啊，拢探着。我进门的人就是拢骨力。对啊，你看我今天人都很勤劳哦。哎，希望你请我那边啊，门那边会。嘿，窗仔门甲开着，通风凉。哦，未歹未歹，凉快也好。第二间房。也有冷气。冷气啊。啊，你知道吗？他十个人每次要看我，我都很累。他看他有没有下午，我每次去。非要好。厕所的门，通风的很好。小客厅。冰箱、电视、阳台，厨房，抽油烟机，洗衣机有了，冰箱，五楼。